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。讲议事推，嘉南市的议长董主委宣布临时会散会，市长过来跟阿手，也跟议员一个一个阿手，要赶去后一个市政行程。目前第一阶段的罢免活动已经通过了。第一阶段过关了，铁牛行动发文，讲发动罢免，唔那是因为东华商场的问题，啊，佮有谢国梁本身的城市规划办活动拢无咧考虑，伊刚答应的电动机车疫情补助家人一份，嘛拢跳票啊。我们会卖力的、努力的做好我们的市政工作。电动机车的一个新的方案明天就要宣布了，所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那我们都会努力的、卖力的、诚恳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。因为罢免团体有一个指控说，就是您认为想罢免的都是侧翼，会觉得想罢免，我们就说回答两题啊。好，好，今天我们还有重要媒体朋友的攻击的家人，谢谢。对着有人发动罢免，社市长即毛较柔软，但是铁牛行动讲欺负差因的水表，阁向万军攻击，讲因是民进党咧操作的威胁，高扬二点控，甚至骂因食饱伤闲是败类，发起人的电视过来关心。他那边的里长就有接到关于市政府打来的电话，哦，那就是说里长来关切说，哎，是否有戴吉安这个人？公司的高层都知道了，然后下来关切这些人。那当然，他们公司是希望低调。所有相关单位，请尊重公民行动自主性。我们全国都在关注的时候，你们越做，其实只会让你们自己越难看而已。民进党希望讲，大家尊重民主的制度，唔通干涉。铁牛行动是讲第二阶段，就会出来演讲、分广告单，罢免按网络变作实际行动了。双方对决已经难免了。民视新闻给人报道。